刚才卡了，还有1分钟了啊！1/4的中奖概率，兄弟们！全军出击！灵魂的价值是什么？感谢鱼皇中奖王，插个眼儿的。来，我们尝试一波偷鸡。操他娘的，剩7滴血，我都服了。拜拜。怎么能剩7滴血呢？哎呦，再多点法强就拿下了。还有30秒开奖了啊！1/5的中奖概率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有个1000，抡他一下子。耶，这算着吗？知道，现在差不多知道他的走位了。上来先试探一波啊！往后点来。勾中小黄毛哟，能跑啊！你这上来让人耗这老些血，咱也没法打了呀，兄弟！你说人家2级，你往上凑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感谢佐瑞塔又鱼霜，恭喜全智龙！哎呀，全智龙老板今天运气不错呀！我现在勾他也没意义，不勾了啊！等他们越塔，看看来不来人越塔。这口中了，我再垫个刀。兄弟，你别死了！这扇子嘛，加 EJ 确实这下路狠呢、啊，我发现。呀，我怎么死的？要不咋死了呢？我操！我怎么死的？我怎么就死了呢？哎呀，我刚才一管那些咋没了呢？出现幻觉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尬里奥来了啊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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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都死！嗨，冲冲冲冲冲冲冲！你们全得死！哎呀，来小兵了，兄弟，我有守护者，别怕。这女警上不去呀、啊。我走一半回去了呢。放甲。不行，有点疼，有点疼啊这。哎呀，这都没打不过呀。我操，这两个人下路好厉害啊、哦、这两个英雄。你不回家呀，那俺俩不死了吗？你不回家。就不行啊！闪现一个 Q 死了，捏住闪现，这扇子马指定想杀阿拉杀塔拉比，指定想塔拉比我们啊！你看着没有？闪现点呢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从哪来的？这玩意儿呢？来了个刀郎。他有大没呀？放你大了啊！哟，换一换一，可以。
可以接受啊。我希望这伽利奥他能有点用，行不行？我希望这伽利奥能有点用。大剑了，女警。接下来我们基本上勾中就是死啊。我们只要能勾中对面的这个小黄毛，或者是扇子吗，就可以打得死。走位还挺能走的。给你们来个秀的吧，一会儿。给你们来个秀的。点灯笼啊，点灯笼啊。我的。快点嘲讽住。哎呦我的天哪。咱还能打死个人了不？小驴人呐，小驴人。漂亮。这小驴人老打麻将挺烦人。哎，我就发现这打下路确实是挺难受的，真的。就无论是上单是中单是打野，你全得防。你需要防三个影人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不好上啊，这波兵有点多，这女警上不去。你全得防。哟，走位不错。你瞅瞅这。你瞅瞅这他妈太难玩了，这就无限打麻将，你看见没有？就无限来，中单来完打野来，打野来完上单来，上单来完中单来，中单来完打野来，就所有人全都来，就没法打，不让你打，全都来。你的眼儿呢？我眼儿吸地了，那就一个眼儿也防不住啊！来，走位来。挺难勾啊，兄弟们的，挺难勾啊！谢谢玄之龙，完了，这是又来了，这是。我一看这样啊，我就知道又来了。你他妈的还在这插眼儿，我让你插来。你别跑啊，伽利奥来了。
好难勾哦。你们发现没，他们的走位都还不错，一旦别人有走位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去勾中别人呢？我教你们啊，我教你们，我教你们怎么勾。等一会儿我给你们做个测试好吧，我差不多已经明白到底这些人是怎么走位的了。别轻易出钩，不是，不是别轻易出钩，你就瞎勾，明白吗？如果有些人啊，他就乱走位，你就不勾他，勾空气，他自己就往上撞，明白不？一会儿给你们整一个啊，注意看，你就瞎勾。这小驴人呐，无限往这跑啊。你减速哦，我快点飞走，捡灯笼啊，捡灯笼啊，兄弟啊，这不捡灯笼。你这灯笼不是我灯笼的问题，他压根就没想走，他就想跟人干了。他刚才这嘎里奥就没想走了，就想换一个，你没看他那样吗？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。这时候来是不来的有点太早了，往哪走来？啊，把我换了，哎呦，还双杀了，兄弟，我都没出钩，这波这把我们负 W 负个灯，反正这帮人跑得快也不好勾，咱就不勾了。小心点啊，下路我们旁边没人，嘎里奥呢也没有大，你们啊我是真是服了呀，没见过人头是吧？不，这小驴人他妈的，哎呀我操了，这人
真是日了他八辈祖宗了，真是别给大了，这是白给了，刚才你不给我大，你们自己那个数一数，这人来下路多少趟，你们自己数一数，我感觉不下七趟，我死六把他来了七把，那把女警死了，我操，来军带瑞跟你走了兄弟，瞎勾，拿下，你往这儿勾，哎，哎，看见这小黄毛没？不要往他预判的地方勾，瞎勾。直接就瞎勾，他往前走一步他就死，溜了溜了，我让你走呗，我都不预判你，你爱往哪走往哪走，自己就往上撞，你别让人给抢了再。欠你钱了是不？是不欠你钱了？是真他妈的烦人呢！哎呀，就是欠过你钱呢，我一看这小驴人呢，就杀辅助啊！哎呦我操了，不像个人呢。也难死了，可以兄弟们，还闪现杀，你看着吗？抢了你们的龙，抢龙了，刚才龙没了，哎呦这边把龙抢了，这挺难受啊，哎呀，这勾的伤害有点高，勾死了。我得想当个位移的。我就跟着位走了。OK。哎，把这眼儿排了，兄弟，这波好像不太好上了，你就杀我啊，这老唐的。nice 啊，大卫！哎呦我这大卫！兄弟啊，这么猛吗？哎，完了。这大卫灯笼没捡着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哈哈，别追了，唐唐，像个鬼似的，你是不是个鬼呀？哎呀，我操！
这么难玩吗？硬追呀、啊！这顿追呀、啊！那瑞文不让人玩死了吗？瑞文咋没走位呢？走位呀、啊！我就跟着这大位走了，给个车呀，老弟呀！你去哪我去哪，好吧，咱俩就是一家人。我给你插两个眼儿，来，这边有个铁男，杀不杀？这只能自生自灭了。你给我中钩，给个车，没办法，这英雄你抓他就这样，这没办法，你给他控住了他也能杀你一个人，除非俺们连环大控，好吧。小龙，往回勾，你走你妈呢！你在那走呗，还走上位了。走位来，走位，跟我走位。他妈还走上位了，还走位，操你哥了，还走位，还走不走位？以为自己走位很好是不是？不中钩不中好使吗？对不起，刚才有点试错了，那个试错了，对不起啊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就是失态了，失态了，失态了，刚才啊、哦。啊？致命点烟，好帅哟、哦！不点拉倒，我自己走了，溜了溜了，马上我们40捡息地。好大，我可不好勾啊，这这家伙呀，回来走呗，别走位了，往哪走位？
这不太好勾啊。咋这么难勾呢？好难勾啊。锤石从我们的辅助之中封印一波，以后还是别玩这玩意儿了，玩点机器人这种。你知道我为啥这把没玩机器人不？因为那小黄毛有点克机器人，所以我就没玩。